你是一个戏精吗？还是你是戏剧脑呢？请看题目的提示，请问这个口诀呈现的角色是1901801801。其实我觉得康安应该也算答对一半，因为假到出戏。这个假人皮的本尊是谁？刚好这一档我有演。其实做的真的蛮像，神韵是一样的，神韵很像。说真的，怎么可能逃过众人法眼呢？只要逃过就。